嗱，我繼續講呢個發揚神性情查經法。呢、这個查經法嘅特色咧，就係幫我哋由聖經咧，全本聖經時時去發掘神嘅性情、神嘅心意、神嘅計劃同埋神嘅作為，讓我哋咧時時睇到咧神真係對我哋非常美好嘅。當一個人成日喺神嘅恩典裏面有咩後果呢？佢就會成日覺得我真係有福嘅，神一定幫我嘅，神一定咧係喺我生命有奇妙計劃嘅，冇人能夠攔阻嘅。咁佢成日咧都會好有信心啊，整個生命咧就會有信心，就會話：哎呀，好慘啊，我唔得嘅，我發揮唔到嘅，就唔會係咁嘅，而係成日都係一種好正面嘅心態，對於聖經咧完全有相信。其實好多人咧知道聖經好多應許嘅喎，譬如聖經講到。天離地何等嘅高，佢嘅慈愛向敬畏佢嘅人亦都何等嘅大。但係好多人睇個經文咧，唔會覺得神真係好愛我嘅，即係只係覺得神愛某啲人或者神愛普通人，但係我唔係普通人，因為我困難太大，就會覺得咧神未必咁愛自己嘅。但係當一個人成日都話：哇，神嘅愛咧係直情比天更加高嘅，而我哋都係敬畏神嘅人，我哋都係尊敬神嘅人。你嚟呢個課程，你都係有尊敬神嘅心，係咪？即係你個心睇重神。當你睇到神嘅時候，神嘅愛咧俾你係好大好大嘅，點樣都唔能夠將神嘅愛分開嘅。咁你日日都話俾自己聽，我係好蒙福嘅，我係好蒙恩嘅，我真係好有福嘅。咁嘅心咧就成日都係一個輕鬆喜樂滿足嘅狀態，好有信心啦。咁我自己又會有時有啲負面嘅意念出現，但係當我一有負面意念，我即刻用翻聖經，聖經話咗係咁噶，咁神係真係咁真實去愛我哋嘅。咁並且咧，聖經又講一句喎，就係神蹟奇事咧，隨著證實所傳嘅道，喺馬可福音16:20嗰度講到，就係話咧，當我哋經歷到神蹟奇事，我哋睇到神嘅改變人，我哋跟住咧就話：哇，神咁真實，證明神係即係佢所應許嘅係真實嘅，佢會祝福人啦。咁如果佢神會祝福嗰啲人嘅，神亦都會一樣祝福我嘅。咁於是我哋就相信聖經所有應許都喺我身上可以應驗，一齊講啊！聖經所有的應許都在我身上可以應驗的，神的恩典會大大臨在我身上的，我的生命可以大大的發揮的。我是雖然我是一個普通人，但我可以發揮成為一個在神裏面的超人，可以大大的發揮，非同凡響的。我生命是非常寶貴，是極度可以提升的。那我們其實經常都見到很多神蹟奇事，很多神的工作，看到神真的會使用我們，神真的會大大施恩給我們的。好，那我們呢，有些經文就很清楚講到神的恩典，但有些經文就未必講到神的恩典。那我們今次呢開始看一些經文呢，有些經文是吩咐我們做什麼，那要怎樣看到神的恩典呢？那我們一起讀了先，我先講一講一下馬太福音5:3。嗱，我哋就讀到10嗰度嘅啫，下面嗰啲係參考經文，我哋都可以讀埋嘅。不過主要係解釋上面嘅經文。5:3一齊開始嚇。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獲憐恤；謙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嗱，下面咧我又講到咧少少咧，講到神嗱，因為上面嗰度哀恸咧，呢度講到神嘅擔憂啊，聖靈嘅擔憂，一齊讀下《以弗所書》4:30。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然後咧又講到咧，神咧點樣啊？聖經叫我哋飢渴慕義啊！神咧都好，佢嗰種渴慕同我哋唔同嘅，但佢好渴慕聽我哋講神嘅説話嘅。一齊讀馬拉基書3:16，那時敬畏耶和華的彼此談論，耶和華側耳而聽，且有記念冊在他面前，記錄那敬畏耶和華思念他名的人。好，这个经文呢讲的是人的作为，但是圣经里面很多讲到人的作为，人应该做什么的时候呢，其实很多这些经文呢也都可以应用在神的身上，也都可以看到神的性情。
點解呢？因為神叫我哋做嘅，佢基本上係全部做，除咗敬拜天父係冇敬拜嘅。耶穌同聖靈有敬拜天父，但係咧天父係冇敬拜嘅。耶穌同埋聖靈咧就向天父祈禱，天父咧係冇祈禱嘅，佢係聽人祈禱嘅，佢回應人嘅祈禱嘅。咁有好多嗱，譬如為罪哀哭咧、哀動咧，這個神冇做嘅，但係神係有憂傷喎嚇。我哋睇睇嗰啲經文點樣應用啦，基本上係咁樣，神叫我哋做嘅，佢都做曬，並且係做得好完美，做得好透徹。當我哋要睇到神做得透徹咧，我就會話：哇，神咁透徹地做，我哋都有動力，好似神咁樣有去祝福別人，好似神咁樣嘅生命。其實基本上咧，八福咧係主要係講到生命嘅質素嘅，講到人嘅生命嘅質素。第一就係虛心嘅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呢度講到虛心嘅人咧，天國就係佢哋嘅。神咧好喜悅謙卑嘅人嚟到佢面前啦。當然呢個謙卑咧就唔係指普通人嘅謙卑，而係指到喺神面前嘅謙卑，去承認自己嘅罪，接受耶穌做救主，並且尊耶和華為聖，尊耶和華為大。咁呢種嘅虛心，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好了，當我們想神的謙虛呢，是完全不同人的級數的。我們思想一下，人的謙虛是怎樣呢？我們本來我們所有的一切是哪裡來的？是神來的。我們來到世界的時候是怎樣的？來到世界的時候我們是怎樣的？赤身而嚟嘅，系乜嘢都冇嘅嚟到世界上，所以我哋系零开始嘅。我哋有嘅身体就系神透过我哋父母俾我哋嘅，生我哋出嚟。咁我哋即系其实系零啦，系咪？即系基本上我哋系零，系乜嘢都系攞嘅。咁然后咧，神就将我哋提升咯，俾我哋机会读书啦，俾我哋学习啦。咁我哋提升，我哋就越嚟越聪明啦。做工做到啦，赚钱赚到啦。咁然後咧，神就叫我哋謙虛啦，謙虛就話啊，神啊，我其實呢一切都係你俾我嘅。於是咧，我喺神面前就謙虛啦，係咪？即係話我哋本來係零，不過神咧就賜俾我各樣禮物，咁啊人開始提升啦。提升嘅時候開始覺得自己咧就都幾叻啦，幾叻嘅時候咧，神就話你嚟到我面前，你謙虛，你喺神面前有個謙虛嘅心。但係神嘅謙虛同我哋又點樣比較？大家諗一諗先。神嘅謙虛同我哋嘅謙虛有冇分別咧？神起初的時候是不是跟我們有沒有不同啊？神是所有一切都屬於祂的，祂是萬有都是屬於祂的，祂是全能的，又全愛的，又 全智慧的，即無論哪一樣東西，無論是愛、智慧、能力，什麼都是最高最高的。但是神呢，祂會謙卑到最卑微的地步，差遣佢獨生兒子耶穌嚟到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而神係揀咗最謙卑嘅死嘅方法俾耶穌。點解咧？因為咧，第一就係釘喺十字架上。羅馬人嘅釘嘅方法就係啲人個個喺度睇嘅，即係個個喺度睇醜死怪咁樣樣嘅，並且係除咗衫個，為分咗佢嘅外衣，為佢嘅裏衣尖溝啊，即係底衫、面衫都除曬。咁因為傳統咧就都唔係好接受呢樣嘢啊，咁佢哋就梗係整一條布喺度嘅咁啊。但係咧，你如果睇翻啲古羅馬嗰啲圖畫咧，係嗰啲人喺十字架上係冇衫著嘅。神係揀選一個最謙卑嘅方法，佢嘅兒子嚟到世界上為我哋而死嘅，俾人哋讥笑，俾人哋藐視。神真係好謙虛，係咪？當你咁諗嘅時候，哇！即係好似你想象下，皇帝嚟到你屋企同你洗腳，嚟到你屋企，哇！你屋企咁亂，我同你執嘢。嗱，如果真係有個皇帝咁樣樣啊，呢、這個世界上冇皇帝咁樣樣嘅，你會話：我唔受得起啊！皇帝唔該，陛下，我唔受得起。即係我哋會受唔住。如果我真係睇到耶穌走埋嚟同我哋服侍，而耶穌嘅服侍係點樣呢？是很細心的，我們多時候不聽話，神一路在心裡面一路感動我們，一路呢，我們個個基督徒都試過不聽話的，是不是？是不是試過一兩次啊？很多次，是很多次的。但是神會說你不聽話我不要你，還有我們每一個人都試過，總是有些排斥神啊，
對神有種抗拒嘅心㗎，係咪？喺裏面咧，甚至會有時俾一啲名神嘅，即係神，即係話神你唔幫我嘅，神你都唔記得咗我嘅，但神你唔睇起我嘅，會俾一啲咁樣嘅名。你諗下，如果有個人同你講幾次，你都唔理我嘅，你都唔睬我嘅，你都唔睇重我嘅，你聽到幾次咧？你開始你話我都唔係好想見你喎，真即係人就會本性就話。你咁樣講，我見你仲有咩意思呢？即係好似好冇好冇癮咁樣。如果你咁諗，神真係好冇癮喎。但係咧，佢居然係一樣咁謙卑。所以當我越諗，神啊，我咁多次唔聽你嘅話，但係你永遠都嚟到我服侍我，好謙卑。嗱，洗腳咧就係、是、即係當然洗腳係謙卑啦嚇。咁啊，踎低好似個仆人咁同你洗腳啦。但我想大家想一想，耶穌服侍我們比較當日和門徒洗腳那一下比較，哪樣更加真是細心啊、長時間啊、透徹啊，哪樣更加長、更加透徹啊？是我們的服侍，是不是？耶穌洗腳只是一個表示，即是一個 demonstration 示範，我怎麼服侍你。但耶穌那種人即是每一日不斷的服侍，就算我們得力了，就算我們得力，我們不斷禱告都是耶穌來服侍我們，說神來服侍我們，安慰我們，加力量給我們，使用我們。當我們這樣想的時候，啊，神啊，即是大家想大家想一想，感受一下這個全能的神居然為我們釘死了十字架上，居然日日夜夜服侍我們，並有一個好好計劃寫曬，但啲人係個好大部分都唔聽嘅，即係寫咧又會寫到好靚好靚嘅啦，但有人聽嘅喎，但係神依然咁服侍。你聽嘅時候會唔會有啲感動啊？即係我自己講我都好感動嘅，我一講越講咧，我越覺得越講咧要發掘多啲喎，即係越諗同埋諗到耶穌就為我哋而咁樣釘死，而耶穌去到十字架之前。在客辛馬利園的時候，他都極其的驚恐的，因為他面對神的憤怒，神的烈怒，是聖經講到在舊約形容很多神的烈怒，新約都有講的，他的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不結果子的就砍下來丟在火裡燒了的，聖經都即是其實新約都有很多這些警告的經文。耶穌就是來承擔這些咒詛，耶穌就是這麼謙卑，並且去到天堂他都是永遠服侍，所以你天天就在街上走或者洗碗，神啊，你現在很謙卑服侍我，但我服侍你有多少呢？我們比較一下好不好？神服侍我們，我們服侍神有多少呢？我們會不會這樣這麼耐心，一個人有需要是這樣真的一路跟著他，一路耐心地幫他，他拒絕我們一樣照樣這樣很耐性，很有各樣的智慧去幫他，我們會不會好像神這樣這麼謙虛去服侍人啦，我哋稍微啲謙虛就會開始話：你睇我幾謙虛幫佢啊咁啊！我哋就開始咧自誇噶咯喎，自誇咧又將嗰個謙虛咧又變咗唔係自，就唔係謙虛又變咗驕傲。所以當我哋諗嘅時候，神啊，即係我哋其實每一個經文咧，你咁諗，哇！即係每一個經文都可以發掘好多，係咪？即係由全本聖經咧，每一個經文所講關於神嘅性情，我哋都可以發掘。雖然呢個經文冇直接話到神，係講我哋，但係由呢度我哋諗到神。即係其實聖經裏面咧，叫我哋做嘅神有做，叫我哋唔好做嘅神都冇做嚇。即係咁樣諗嘅時候咧，就你就會諗到咩經文你都揾到神嘅恩典。講到魔鬼嘅就會對比神嘅偉大。嗱，我而家講出幾個原則，就係話有啲經文係清楚講到神嘅恩典，有啲冇嘅就講到人所做咧，咁就點咧？就講到神做得更完美。叫我哋唔好做嘅神就絕對唔做，同埋絕對憎恨嗰啲罪啦。同埋咧，神咧係永遠咧，即係佢魔鬼嘅，即係譬如聖經講到，你唔好俾魔鬼留地步，魔鬼永遠都係侵犯嘅，係毀壞殺害嘅。咁但係咧，神咧永遠係祝福嘅。當你一對比嘅時候咧，係好大嘅對比。咁所以咧，咩經文你都可以諗到神嘅。當你諗到神，其實因為聖經係叫我哋咧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就叫我哋宣揚神嘅美德。咁我點解覺得這個教導好好呢？就係、是、我係完全唔係覺得我好啊，我係覺得神俾我
明白呢個教導，我真係覺得好，就係因為由我經歷聖靈開始去諗，諗到神點樣服侍我，點樣幫我。咁我跟住開始睇聖經嘅時候，我就開始諗神做乜嘢。咁我越睇咧，我就越覺得神好。咁我就開始喺聖經發掘啦，發掘發掘。咁我就開始講到嘅時候，我成日都會講到神嘅恩典。咁我就越覺得自己有福喎，就越有信心。呢、这個就係我希望大家都係咁啦。如果大家有啲冇信心嘅狀態，你就話其實神一路愛緊我，成日有咩好擔心啊？神愛我，人能夠把我怎麼樣咧？咁樣好啦，哀動嗱，哀動呢度咧，即係通常講到人嘅，因為佢跟住咧就講到安慰。咁哀動可以有兩種，一種咧就係、是、為罪哀動啦。咁另一種咧亦都可以話佢有憂傷，但喺神面前呢、这個講到應該係喺神面前，即係唔係話嗰啲話日日都好低沉咁，日日都好哀動咁。啲人咧好憂傷啊、自憐啊，唔係呢種嘅，而係咧喺神面前哀動。佢無論係因為佢罪，或者因為佢即係佢嘅困難啦，咁佢就喺神面前哀動，嚟到神面前求助。佢哋必得安慰，神會安慰佢。嗱，呢度有兩樣嘢睇到神嘅。第一咧，安慰必得安慰邊度嚟啊？係神俾嘅，即係神就安慰一切悲哀嘅。所以凡係憂傷嘅人咧，神係唔會輕看嘅。正一句説話其實好好嘅，壓傷嘅蘆葦佢唔會折斷，將殘嘅燈火佢唔會吹滅。呢一句經文咧，當你冇事冇幹咧，未必會咁諗。但有時你見到一啲人，尤其你宣教見到人好貧窮、好困難嘅時候，你見到個人，你覺得佢真係好冇盼望嘅。我曾經去菲律賓咧，嗱嗰啲人其實未必一定好差，不過即係一個普通嘅形容嘅情況。我夜晚行過啲車，我都奇怪，點解咁多人瞓曬喺車嗰度嘅咧？喺車嗰啲即係嗰個 hood， 即係個車前面啊、後面啊、個頂啊，同埋咧個路邊咧瞓曬人喎。咁呢啲人咧，原來咧佢哋即係可能就冇屋企嘅，咁我夜晚咧就會隨街瞓嘅。咁我哋嚟講，我哋好難想像啊！即係佢屋企就喺街嗰度咁樣。其實佢哋嘅情況係好困難、好淒涼嘅。但係神係會愛佢哋，神會安慰佢哋。即係神有一個安慰任何情況嘅人，無論你係咩款嘅憂傷，我哋為人祈禱啦，咩款嘅憂傷，神都會安慰。即係其實我個個禮拜都有為人祈禱啦，個個禮拜都睇住啲人咧得到安慰啊，得到呢、这個都係其實神嘅作為，唔係我嘅作為。咁呢個第一就係睇到神嘅安慰啊，即係其實我哋個個都經歷過呢樣嘢。喺我初經歷聖靈嗰陣時咧，當呢個報道家為我按手嗰時咧，神嘅愛一湧入嚟咧，嗰種安慰真係好大好大。我到今日都一路記實，好感激，好欣賞。我又會好明白，有一日我去到天堂咧，就會成日活在呢種安慰裏。我好盼望去到天堂，成日都喺呢種狀態。咁我而家都會隨時，我一諗耶穌咧，我係會經歷到喜樂同埋愛。但係嗰個愛咧係唔及我第一次經歷嗰個愛咁強烈嘅，即係嗰個係非常之感動。有可能咧，我形容咧好似我哋起初冇即係聖靈充滿唔係咁多嘅時候，一衝滿嘣一聲咁多嘅時候，真係好大嘅衝擊。但係後來已經有即係聖靈充滿到一程度，再充滿嘅時候咧，就未必咁大嘅感受到。咁我係真係好大嘅即係神嘅祝福，我仲記得嗰陣時之後咧，我心係有啲冷住嘅。我仲記得有一次有個人我唔識嘅，三唔識七嘅，喺個聚會，佢就將手放喺我心咯，我覺得好舒服喎，將我心咧鬆開嘅。咁我一路鬆下鬆下咧，咁啊後來有喜樂啦，後來咧初頭啲喜樂咧就係仲係都唔係好鬆嘅，但係後來越嚟越鬆啊，個心咧係鬆得好緊要嘅，即係咁我而家每一次祈禱咧就。喺裏面鬆出嚟啊！咁所以我都鼓勵大家能夠俾耶穌完全安慰你，完全將你啲煩惱啊、重擔啊、抑鬱啊、唔開心啊、俾人傷害全部鬆曬出嚟。咁呢個咧就係神所帶嚟俾我哋安慰。另一樣嘢咧就係我哋睇翻先個經文，以弗所書四章三十節，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即係當我哋犯罪、當我哋軟弱嘅時候，神係會擔心嘅，神會憂慮嘅。當然呢個係用人嘅理解嚇，即係神咧喺佢
嘅全能裏面，神咧係唔會喺度，即係好似人嗰種嘅憂傷。我哋其實好難明白嘅，神係充滿喜樂同埋釋放，不過同時又好擔憂，為到人擔憂。即係呢樣嘢點樣平衡咧？我唔知你講，因為人通常嚟講係有一種感覺，就冇第二種感覺噶嘛。你擔憂，你就唔會好釋放喜樂噶嘛。咁但係神點樣樣擔憂咧？我就唔知道。但係聖經係話咗佢會擔憂嘅。咁所以咧，神的而且確係充滿感覺。咁我就諗到一樣嘢，神關心我哋嘅事，佢唔係淨係口講嘅，佢心裏面掛心嘅。即係好似你通常嚟講，媽媽，當你有病，佢成日都會問翻你呢個病點啊。好似我太太都係一樣啊。呢個係我感謝主啊，母性喺女性嘅身上真係比較強嘅。佢成日都記得我邊度俾蚊咬過啦，點解嗰度針嗰度而家有冇痕啦？啊，邊度有啲咩嘢紅咗啦，起咗咩紅粒啦？佢係會成日問翻我，佢記得嘅，佢個心掛住嘅，即係好快好自然反應嘅喎。一見到我就第一句嘅咯，即係我係要諗下啫。即係但係佢好自然反應，呢個都係神俾女性有呢種嘅嗰種心嘅掛念嘅心，而俾呢個心掛念嘅心係神，佢就日日咧望住你，佢就掛念你一切嘅事。雖然你周圍嘅人，你嘅好多時啲太太就埋怨丈夫咧，都冇乜記得咗佢啲嘢嘅，佢有啲咩病痛啊，就唔記得咗；有咩唔開心又唔記得咗。但係你知道神係掛住嘅。當你咁諗嘅時候，即係我哋要去諗就係神啊，你真係好。你日日都掛住我，我有嘅重擔你都孭住嘅。喺另外嘅經文咧，有講到咧，即係辱罵我哋人嘅辱罵都落喺主嘅身上嘅，即係呢個係非常美好嘅。即係辱罵我哋嘅辱罵咧，我喺呢度後面都有。羅馬書十五章三節一齊讀啊！因為基督也不憑自己的喜悅，如經上所記，辱罵你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即係當有人鬧我哋嘅時候，其實佢慘嘅，因為點解咧？嗰啲辱罵落喺基督身上，基督為我哋承擔。但係呢個人如果冇悔改咧，神係會追討嘅。其實佢好慘嘅，所以你真係要憐恤嗰啲傷害我哋嘅人，佢傷害我哋，佢慘過我哋。我哋就憐恤佢哋，就感受佢哋嘅憂傷。其實佢哋都係傷俾人傷害過，所以佢會傷害人。佢得唔到耶穌嘅醫治，佢繼續嬲人嘅時候咧，繼續傷害人嘅時候，其實佢嘅結局係慘嘅。咁即係神咧兩種，一種咧就係為我哋嘅需要而擔憂啦。啊，另一方面咧就係佢都會承擔我哋一切受嘅傷害，佢會承擔呢一切嘅傷害嘅。好啦，我哋睇翻呢度啊，就係咧。神是不需要為我們擔憂，或者有一種即係一種重擔的感受，但是耶穌會不斷的為我們擔憂，不斷的想祝福我們。好了，下一句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即是一個柔和的人，時時呢見到人的時候是柔和，不是想著要罵他啊，不是傷害他啊，而一個柔和的心態的人呢是有福，神咧係會賜俾佢，叫佢能夠承受地土，就係話佢需用一切咧，神係會賜福俾佢嘅，神會祝福佢嘅。咁我哋諗到温柔嘅時候咧，嗱，其實我哋每一點咧都可以諗到人嘅反面例子喎，謙虛，人係咪真係謙虛咧？我哋嘅謙虛周時咧就好快脆就會露出真相啦，即係我哋有稍微謙虛咧，我又開始覺得自己都幾謙虛嘅。我哋做得好啲咧，我又開始覺得自己做得好，即係嗰啲謙虛唔會好耐嘅，好快就會現形。並且有時人係會咁樣嘅，即係我自己為人服侍祈禱，我都發現一樣嘢，我係處理咗好多次嘅。為人祈禱之後，佢嘅經歷咧，個裏面咧係的而且確有種心花怒放，即係覺得自己成靈恩膏都加強咗。但我就提自己，我咁樣做咧。我就係奪取神嘅榮耀，其實係神嘅工作。我就提自己，咁又唔係話我佢經歷聖靈，我就喺度喊，又唔係咁，而係我喺個心裏面就感激神，感激耶穌，唔好亦都唔好心急。點解咁耐都唔經歷嘅咧？
呢都係神叫我處理嘅嘢。有時佢祈禱咧，點解有啲人就好快經歷啊？有啲人你祈極都好似冇乜反應咁啊。個心裏面咧就會有一種咁嘅壓力感啊。呢種咧亦都係自我，即係好想我做嘅嘢咧就好有果效，就好想能夠自己覺得自己接納自己，自己被接納，我係有重要性嘅，我有價值嘅。即係由我哋呢啲咁樣嘅表現，其實我哋價值唔使由呢嚟，我哋價值係喺邊度嚟啊？神愛我哋。咁當我哋真心服侍主嘅時候，神都會係睇重我哋，都係一種嘅價值。但我哋知道呢啲一切都係神俾我哋嘅。其實呢個有一個平衡咧，比較難喎。點解難咧？因為一方面我哋咧係呢個係神俾嘅，另一方面咧，我哋又話我哋感謝神，我哋可以開心嘅喎。但另一方面就唔好開心到話啊，我都幾叻喎咁。即係呢一點啊，就係。即係我哋會開心係正常係 OK 嘅，我哋感謝神，神俾我呢個恩賜呢個能力，感謝神。但係咧即刻話感謝神係神俾我嘅，我唔好因為呢樣嘢而誇耀。大家會唔會分到呢個分別啊？其實大家知嘅喎，係嘛？有時咧總係，譬如你做啲叻嘅嘢咧，總係好想人知道。嗱，譬如我用個例子，如果有個教堂，佢起堂嘅錢咧，係大部分由一個人奉獻出嚟嘅。呢、這個人咧，如果佢能夠保守秘密，話俾人聽，呢、這個教堂大部分我奉獻出嚟啦。呢、這個人我真係覺得佢都好謙卑嘅，真係。並且咧，佢咁喎，個心冇一種鼓鼓鼓，我奉獻咁多都冇人知嘅。嗱、這個、呢個咧就佢嘅奉獻可以係全部歸於無有啊，因為點解咧？佢因為佢成日都想人哋知道，佢好唔服氣，點解啲人唔知道？咁嘅時候咧，呢、這個就係一種嘅驕傲喺裏面。即係其實人嘅驕傲係太過容易走出嚟啦。即係如果人嘅反面例子啊，嗱哀恸咧，為到罪哀恸，我哋真係有冇為罪哀恸咧？嗱，人咩哀恸咧？人咧就唔見得錢就哀恸啦，負資產咧就哀恸啦。但係咧，因為我哋犯罪，我哋得罪神咧，人係好少哀恸嘅。或者為到自己點解我冇愛人咧？人亦都係好少哀恸，但係神咧。佢真係好謙卑去愛人，並且佢為人憂傷嘅人係咁。我感謝神，真係有好多基督徒咧都有為人憂傷嘅，但有時咧就會有呢種感覺，即係有時會佢都係抵㗎啦，佢死佢事，因為佢咁唔好咧，即係神罰下佢都係啱㗎啦，咁啊，即係呢種咁樣嘅心態就冇為到人而憂傷。咁聖經都講一句説話㗎，你唔好為到嗰啲惡人咧。他們遭報呢你就歡喜了，好怕神呢將他的災禍降在你身上，所以你見到人遭報呢你就不要在暗暗歡喜了。好了，溫柔人的反面例子，溫柔很多時候人就以為是那些女性很溫柔體貼啊，那些就是溫柔。其實溫柔不一定是女性，男性一樣可以有的，就是說當你看到人的需要啊、人的感覺啊、憂傷啊，你會很柔和地，不是發猛整地。事實上呢，我在後生的時候，我就成日以為 女性是温柔一點的。事實上又真的很多地方是，不過我現在發現呢，原來猛整多呢都是女性。我其實這個不是吧，我一點都不是攻擊女性的，我是覺得因為她緊張、她關心啊，她關心對方做不到的時候她是猛一點的，即是男性。不過有時的相反就佢就唔係男性，就唔佢唔係話猛就係温柔啊，而係佢咧就軟皮蛇啊，即係男性嘅相反咧就係佢根本唔理你，佢唔懶得理你，所以冇乜感覺。因為女人咧太過關心，所以就會猛震。咁所以咧事實上係難，有人真係成日都係好柔和、好謙卑。即係嗰人雖然咧好唔聽話，佢都依然係咁柔和去愛人。但我哋諗到我哋嘅神。他每一次感動我們的時候，他真的很柔和。就算神告訴我們有罪，都是很柔和的，他都是很柔和去感動我們。所以很多人呢，他得罪神的時候，他裡面呢，他會在裡面，他會喊出來，他不是怕出來的，他是喊出來被神的愛感動。當然他應該要驚，即係佢要犯罪，要應該要驚。佢學去敬畏神，但係好多時佢經歷到神咧，佢經歷到神嗰種嘅柔和嘅感動。
我哋真係好感謝神，神係極度嘅柔和，而我哋就學即係神啊，幫我哋有柔和嘅心。跟住啦，憐恤人嘅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反面例子先嚇，反面憐恤。我曾經問過好多基督徒，我話你有冇啊？你教堂你識幾多人啊？咁我去到好多地方咧，發覺咧有好多基督徒咧，佢係唔好識周圍嘅人，同埋好少關心啊。譬如有啲新嚟嘅人，會唔會有感覺咧？我以前我即係我自己牧養啦，我就一定成日都教啲人，你哋去歡迎佢，歡迎佢。咁但係因為有時超過一個新人啊，我同一個新人傾偈，咁啊有一個另一個新人咧，就企喺度好似佢企我咁企喺度啦。即係有人帶咗嚟，跟住嗰個人咧都同佢傾一陣，咁啊行開咗啦。跟住我就叫你哋快啲去歡迎新人啦，佢哋就埋咯喎，歡迎你，歡迎你，歡迎你就坐低咯。咁啊坐低噶咯喎，個新人就有一句喺度喎。即係冇一種心入，我繼續去憐恤佢，繼續去幫助佢。佢哋點解會咁做咧？佢話唔知講乜嘢啊，唔知傾乜嘢，傾完兩句啊，譬如有時我話嗱，你學生佢學生，佢關心佢啲學業咯。但係佢傾咗幾句咧，佢就開始唔識得佢點樣關心。即係有時我提啦，但係咧提咗之後，佢都依然係咁，因為個心裏面基本上就係、是。佢冇呢種憐恤嘅心，佢覺得係要做。牧師叫我關心，我咪關心咯。咁啊，關心咗一輪啦，都 OK 嘛。咁我要同翻我啲朋友傾下偈先得噶嘛。即係佢一走埋嗰班咧，就好開心嘅喎，好大聲嘅喎。但係嗰個新嚟嘅咧，就企喺度。我見過呢種情況，真係見過好多。有時我心裏邊咧，即係有種憂傷啊。點解人唔能夠真係個心裏邊咧掛住人嘅嘢？關心人，見到未信嘅人咧，個心好掛心。我幾時都係嘅，即係牧會嘅時候咧，就算呢度都係嘅喎。有新嚟嘅人咧，我好想同佢傾下偈嘅，我好想關心佢，知道佢嘅情況，去有咩地方可以幫到佢。呢個係神俾我嘅心，我多謝主耶穌。我希望大家都有呢個心，大家會唔會有呢種心啊？見到有人，你就好想去幫。曾經試過有一次，個教友同我極力嘅抗爭，我話你哋多啲關心人啦，呢句點抗爭？佢哋會排斥嘅，佢哋會唔中意噶，佢哋會即係總之有反感噶。佢就講好多，全部都係反面嘅。咁我話我哋關心人都必然係咁啦。佢新嚟個教堂，如果我哋唔關心，咁邊個去關心佢咧？但佢就會話。你關心得太多咧，佢哋會排斥嘅。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有一個負面嘅睇法，我就覺得我哋唔係要不斷同佢説教，即係佢一嚟到唔係代表不斷説教，但係我哋聽下佢啊，你住喺邊度啊？你有咩屋企人啊？你做緊咩工作啊？咁由呢啲可以關心佢，或者邊個帶你嚟啊？咁啊有好多時都有好多人係真係佢好關心信仰，佢嚟到教堂好關心信仰，好想有人幫佢。咁嘅時候咧，回答佢嘅問題，佢係好歡喜喎。我就發覺咧，個個人都可以傾好耐，同佢傾唔斷喎。即係到佢走嘅時候啦，咁我都依然咧係祝福佢啦，就鼓勵佢去繼續跟進神啦。咁因為我喺個裏面咧，時時都有呢種嘅憐恤嘅心。咁我希望大家都能夠有呢一種嘅憐恤嘅心，見到有人咧，你就會關心佢。咁有啲人就話，咁或者佢仲。識聖經識過多過我咧，咁我點關心佢咧？叫佢教你。其實關心係咪一定要嗰人唔識聖經先關心？佢識幾多聖經，你都係關心佢嘅需要㗎，係咪？咁就算牧師傳道都可以嘅喎。有時有啲人就覺得唔使嘅，牧師好掂㗎，佢嗱我真係好掂㗎，我真係感謝神啊！多謝耶穌俾我。不過我都中意你關心喎，即係唔係我唔掂啊？即係唔係話好似我而家有啲咩殘缺啊，有啲咩困難啊？並唔係咁。但係咧，你走埋嚟傾偈咧，我係好中意嘅。第一，我係中意見到你哋；第二咧，你會有關心，我覺得係禮物，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呢個係人之常情。咁我即係講，就算我係一個即係感謝主啦，我一個唔係 burn out 嘅牧師。我以前曾經服侍主嗰時咧，個牧師同我講，佢話我而家 burn out。嗰時我唔識答佢，我
哇！我唔識得處理啊，對唔住牧師，因為即係個主任牧師同我講佢 burn out， 我點樣去？當時我未識得處理。我感謝主，我唔係一個 burn out 嘅牧師，即係唔係一個即係做到殘嘅牧師，但我都依然歡喜人去對我嘅回應啊！即係話咧，人嘅回應係一種關心，一種支持，係咪？咁所以我哋如果牧師都係咁，何況平信徒係咪？何況好多好多嘅啊新嚟嘅人，所以我希望大家有呢個連率嘅心，即係先我用有啲正面嘅反面嘅例子，反面例子就有啲人佢係好少關心，佢只係每次嚟到有啲人咁啊，我睇下先，邊個有冇到啊？哎呀，冇到，我都唔翻啦咁。啊，知道邊個同邊個朋友唔翻咧，佢又唔翻噶咯喎，因為佢嚟到咧就係想有嗰個朋友，我想有嗰個朋友一齊咧，我就好舒服啦，我坐喺隔離好舒服。如果冇佢喺度咧，我就唔舒服。即係話其實追求係乜嘢呢？係自己被關顧，但冇諗到別人需要我哋嘅關顧。好啦，但係我哋嘅神係點樣噶？佢憐恤，其實神嘅憐恤好奇妙嘅。大家有冇聽過 Teddy 哥啊 ？Teddy 哥咧啊，叫做咩話？中文名叫咩？我唔記得咗叫。洪漢儀，大家上網可以找到的。洪漢儀真的是一個很強烈的例子，看到神那種的憐恤。他第一就是黑社會、賣毒品、做開賭檔，但他說最賺得錢多是什麼呢？賭波，賭那些是最賺得錢多，就是那個投注，多人投注那種情況，但神就揀選佢，咁佢咧嗰個故事細節我又唔記得啦。總之佢咧就喺有一個人同佢講福音之後咧，我唔記得咩情況。總之佢就後來又瞓唔到覺，直至佢一睇聖經啦，又翻教，佢就瞓到覺咯喎。當佢一唔做咧，即刻又瞓唔到覺。呢個係一神，但係佢依然佢好反抗，因為佢話咧：我做開啲咁多生意，我好多人靠我。吃飯的喎，我唔即係佢當時女人都幾個喎。我咁多人靠我吃飯，我手下咁多弟子，因為嗰啲咩唔係叫弟子啊？嗰啲叫咩啊？嗰啲咁多咧都係靠我嘅喎，咁所以咧佢咧就一定即係佢話我一定要做，但佢做嘅時候咧，佢話神咧用你嗰啲賭檔全部輸嘅，佢話。冇理由噶嘛，即係你賭檔，你梗有贏有輸噶嘛，佢全部當當都輸。佢咧就喺度同神咩啊講粗口啊！阿神你有冇搞錯啊？你搞到我咁樣樣，咁我點樣生活啊？咁啊，即係咁樣。但係神咧係一次一次用神蹟奇事，直到最後佢真係喺神面前降服。即係神真係用一個用佢嘅權能，但係都係用慈愛憐恤佢嘅心。咁佢改變咧，就而家就四圍去幫好多人啦，幫助好多黑社會嘅，幫助好多唔係黑社會嘅人，即係神就興起佢一個咁嘅人。其實喺不同嘅時間都有不同嘅人啦，即係有啲真係好差好差嘅人，譬如英文都有個叫做咩The Cross and the Switchblade 都有可能30-40年噶啦，就以前有講嗰啲黑社會嗰啲人咧。啲打手啊，嗰啲咁啊，成日用嗰啲彈弓刀啊，喺度揈揈揈咁樣攞刀咁樣揈嗰啲啦，嚟打交啦。咁咧，但係咧，佢又係信耶穌，跟住佢又帶好多黑社會嘅人信耶穌。即係神係憐恤好多咁嘅人，亦都憐恤好多有婚外情、婚姻破裂嘅人，憐恤好多不同問題嘅人。神嘅憐恤真係好大好大，並且憐恤好多信咗耶穌仍然犯罪、仍然聽話嘅基督徒，或者甚至係牧師。但神都一路憐恤佢，咁就即係我哋就睇得到神嘅憐恤啦。清心嘅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就係一個人心清啊，個心咧係清潔嘅，係冇雜念嘅。嗱，當我哋咁諗嘅時候咧，好多人就話祈禱唔能夠集中啊，因為心唔清啊，好難專心愛神，好難全心相信神。所以我神俾我個名咧就係信仰分裂症。一方面信神，但是就很擔心，就會覺得神不會幫我的經濟，神不會幫我找個好老婆，神不會幫我這樣，不會幫我，就覺得神很遠很遠，就是他沒有一個清的心，
於是咧，同神咧總係講條件，總係要求某啲嘢嘅。所以祈禱亦都好難集中，祈兩祈咧又諗咗第二樣嘢噶。咁啊，點樣有呢個處理呢樣嘢咧？咁我就鼓勵大家就係點啦？一諗就樣，即刻諗翻耶穌。嗱，點解會咁咧？因為以前我參加福音聚會係兩三個鐘頭一路按摩神嘅，一路牧師又帶住，一路咧佢話：嗱，你而家伸過你手向耶穌講啊，耶穌我愛你。感謝耶穌，你敬拜佢啦，咁不斷咁講。咁我佢講咧，但係我自己做嘅，即係佢冇講，我哋照做嘅一路。咁我開頭嗰時咧，就都發覺唔能夠成日都係咁做嘅。但係我而家做到嘅程度咧，就係、是、我唔單止個心發出啊，我係個靈發出。點樣靈發出咧？即係我做嘅時候咧，個靈湧向神，一路好專注咁樣個靈湧向神，一路咧。在享受神的狀態，即是進入這種狀態，是所以呢我祈禱是很享受的。我是其實我要寫很多東西， 我是其實不是很想寫很多東西，但是神要我寫，因為為什麼呢？這些是要寫要教導的。如果我不用寫呢，我就一天在這裡由早到晚呢，是很好的，真的好像在天堂不想停的。有些人就說點祈禱咁耐咧？但係咧，蘇麗珊，哦，耶穌，哈利路亞，即係我可以成日，可以成日咁嘅。咁我將近有一嚟緊一次短宣咧，我就有九個鐘頭喺飛機場咧。咁我就要揾一個安靜嘅地方咧，就喺度，哈利路亞，耶穌。是慢慢做啊做啊，你就會做得到的。第一樣在你代禱一樣可以的，我在這個狀態一樣可以代禱的。神是你祝福香港的人，復興他們的生命，祝福這裡的基督徒，祝福這裡的傳道人，祝福這裡的教會，復興他們，更新他們。啊，主耶穌，求你施恩憐憫他們，幫助我們真的來到你面前，知道我們需要你的，我們需要聖靈的充滿，需要神的更新我們，一樣在這個狀態，一樣可以進入這種的在靈裡面的代禱，心就越來越清。但是我們的神呢，即是人的清，我們去到一個這樣的程度是非常好的，但是神的清是真的很厲害，因為神可以立刻摸透每一個人的心，祂跟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是完全摸透的。在網上呢，大家看 YouTube 牧師呢，就看到黃傳道。黃傳道他告訴我他那個去到那個那個心那個清的境界呢，還有他的靈呢，他告訴我我坐在那裡，那些人走過，我感受到他的靈是怎樣的。我唯一一個人祈禱，他說我不累的時候呢，就怎麼做呢？我的靈就會觸摸他的靈，了解他的靈是怎樣。他不累的時候，那累的時候怎樣呢？他就求神給他異象，那他就會看到異象了。我們就不是這樣，我們就說我們很有力的時候就求神異象，很長的時間，但他就不是，他累的時候就求異象，因為那時候異象就快點來了。但是當他有力的時候，但他很累的，他說這樣的時候，他真的去摸透這個人的靈，那個靈，那個靈魂是困難的，是要用力的。咁又俾我哋睇到，哇！原來我哋嘅神咧就遠超過呢個咁樣嘅層次啊！佢係摸透每一個人嘅心，而當佢摸到你嘅心係愛佢，你嘅心係清心咧，神係好歡喜，神一定咧讓你見到佢嘅。嗱，你咁樣諗嘅時候，神啊，你真係好啊！因為你摸透我嘅心，嗱，你而家同耶穌講，神啊，多謝我，因為你摸透我嘅心，你感受曬我嘅心係點樣嘅。你知道我的心，你感受我的心，我有爱你的时候，你一定感受到的。啊，耶稣真的好，我爱你的时候，你一定感受到。啊，真的好好啊。你爱他的时候，他一定感受到的。神就是这么清的，所有的人他都能够去摸到你的心。神的心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杂质，神就是光，在他裏面毫無黑暗，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黑暗，真的好。
人裏面咧總有啲黑暗面嘅，就算我哋咁聽神嘅話咧，都會有啲黑暗面嘅。我哋都唔能夠將你一個禮拜你望到一個人嘅時候，你係咪全部諗都係正面咧？我哋都會有時諗一啲負面嘅意念，我都會有喎，但我即刻將佢刪除，即刻神啊幫我祝福佢。有冇有時見到個人咧，你就即刻彈一啲負面嘅意念出嚟咧？就有啲啲人真係咩唔好啊，又有啲咩唔聽話啊，有啲都係曳嘅，都係得神嘅喜悅啊，或者冇啲白事就有啲唔中意人嘅。但係神就係清，如像清明，神就是光，真係好啊！哇！有一日我哋會去到神嗰度咧，再冇出聚集。所以有人話咧，佢話佢試過死啊，靈魂出去後嚟救翻啦。佢話一出嚟之後，即係佢係基督徒啦，哇！鬆到不得了，冇曬，即係當時佢又喺病痛啦，即係佢喺意外啦，同埋啲重擔冇曬喎。不過佢翻嚟嗰陣時嗰啲病痛又翻嚟，同埋咧有一個非洲個牧師咧，佢就去過天堂去過地獄。佢一翻嚟佢話咩啊？佢話呢度好嘈啊！哇，你哋好嘈，佢居然喺洗手間嗰度都冇咁嘈啊！因為佢話天堂嗰度好舒服、好寧靜啊，但係嚟到呢度咧好嘈、好嘈。即係天堂真係好好啊！有冇羨慕啊？其實你屋企人都享受神，你就可以享受清心嘅有福嘅，因為他們必得見神。你就好嘈嗰時都好唔緊要，神啊，啊你女人，我同你一齊就清心就靜曬。有幾多個呢度享受過呢種清心嘅福氣啊？有幾多個享受過呢種清心福氣？舉手聽。希望大家多去享受。有啲人咧唔靜得嘅喎，一靜咧有咩信息先唔靜得？一定要睇喎，一定要睇喎，唔能夠安靜。我全部熄曬聲音啊，所以你揾我，你唔好以為發 WhatsApp 我聽到，我聽唔到。因為如果我日日聽咧，我係唔得掂啊。因為響幾廿次、一百次咁啊，真係一定冇安寧。所以你要找我，你真的要打電話給我，即是你如果立刻要找我的話，你真的打電話給我。其實安靜很好的，我們感謝神。這句說話可能大家有些人會希望你不要說它，我們可能肯定可以安靜的時間呢，是在你在洗手間那時候刷牙啦。當然你自己親近神這個時間必定可以，但有很多人來說呢，因為一出去就有人了嘛，就吵了嘛，但你在那時候呢，你就珍惜那時候的安靜。我每一次都是的，去到洗手間，神啊，我就會進入這種安靜的狀態，在刷牙、洗澡、或者在去洗手間的時候，或者是你做任何事的時候，洗碗啊，做什麼都好，都能夠清心，即是有福，是吧？哈利路亞，必得見神。其實 我發覺當我的靈湧向神，好似進入一種意境喎，好難形容，我唔知點樣形容。有時好似進入一種光嘅領域啦，仲有一種輕散嘅領域啦，好舒服嘅領域。大家試下，你試下嘅時候，你會進入呢種領域咧，你就會中意安靜啦，你就唔會話中意成日要睇電視啊，你就開始會戒電視啦。喺我屋企咧，我睇電視嘅時間咧就係，吃飯時，因為岳父岳母梗係開電視啊，咁我哋睇新聞啦。喺個時間一離開咧，我就已經電視係開嘅，就係個時間咧，就係親近神，即係做神要我做嘅事。好啦，第九啦，使人望到啲人有福氣，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大家諗下，有幾多個人咧嬲過你之後，你發覺好難和好啊？嬲過你之後，真係好難。你做嘢得罪過佢之後，會擔心佢仲嬲緊你啊？周時都會，所以呢個世界上真係好多人係好容易記怨啦，好難真係同人和睦嘅。第一個使人和睦，唔單止我哋和睦啊，仲使人和睦喎。不過使人和睦呢個真係需要愛啦，同埋需要有呢個技巧嘅。點樣兩個人唔好嘅時候和好？我係發覺好難嘅呢樣嘢。當有兩個人我知道佢有問題嘅時候咧，兩個人有問題，我知道他們相處有問題，
我就知道之後咧，我了解之後，我就會求神俾我智慧，點樣去鼓勵佢哋。我總係想鼓勵佢哋處理，但我發覺當我鼓勵人處理嘅時候，我發覺好多人係唔肯嘅，係唔制嘅，即覺得係唔得嘅，一定唔行得通，佢一定會嬲我。因為呢個原因亦都有個原因，就係因為好多人的而且確好難言説。但另一個原因就係本身嘅懼怕啦，同埋咧唔肯踏出嗰步，哇！要認錯或者要正面面對問題，係覺得好困難嘅。但呢個係一個勇氣，使人和睦嘅人就要做呢樣嘢，就係將兩方面佢有唔好嘅時候，將佢帶埋一齊。咁當然有時唔係淨係處理嘅，有時可能我哋就係、是、令到佢兩個一齊好開心啊，一齊。譬如有時有啲人未必係直接講，有可能帶佢兩個一齊去玩下、開心下，咁嘅時候都能夠令到佢和睦嘅。咁但係呢個心啊，最緊要就係話，嗰啲需要和睦嘅人，通常嗰啲人容唔容易相處咧？係唔容易相處嘅，但依然有呢個耐性去使人和睦。咁嘅時候咧，呢個係一個有福嘅啦。咁咧就即係話有呢個心使人和睦，而我哋嘅神係好奇妙。神是時時咧係感動我哋同人和睦嘅，呢個係神嗰種嘅非常美好嘅性情，即係佢係永遠都係和睦，佢永遠個家裏面係合一嘅。而上到天堂咧，仲會唔會有任何嘅怨恨啊？係冇嘅，呢個真係我，所以我好中意神嘅聖潔。有啲人聽到聖潔唔中意，但我覺得聖潔好好嘅。天堂係再冇任何嘅人際嘅問題，再冇任何嘅怨恨，再冇任何嘅不饒恕，係永遠都係饒恕嘅。是非常美好的，就是這個使人和睦，在天堂是使人和睦的，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這一句說話呢，很多人說就容易，但是真的到了為義受逼迫是困難的。因為為什麼呢？為義受逼迫輕的呢，就被人說啦，被人拒絕啦，被人排斥啦，重的被人攻擊啦，再重的被人打啦，捉去坐監啦，再重的是被人殺死啦。咁好多人咧就會好怕，求神千祈唔好。有啲人點解去怕宣教，就係驚佢受苦。都有好多人問我噶，去宣教會唔會俾人哋捉去坐監啊？會唔會即係會唔會有呢啲危險性咧？咁我感謝神啊！其實而家全世界好多地方去宣教都基本上個危險性是少的，除了很多在中東的地方那個危險性是非 常高的。但是呢依然呢是即很多地方是比較安全的。當我在初信的時候呢，我就看本書叫《為主受苦》，我就很深刻印象，它裡面講到一些基督徒怎樣在一些地方被逼迫。其實我都不太記得，我就記得些少而已。其中我仲記得有講到喺度坐監啦。咁啊，有啲人咧，佢係即係佢食嘅嘢好少，但係佢會十餐咧有一餐奉獻出嚟，餐唔食就將嗰啲食物咧就送俾啲更加有需要嘅人，作為佢哋嘅奉獻啊。咁亦都講到為主受，即係好多人為主而死啦。咁我當我睇呢本書嘅時候咧，嗰時係初信嘅啫，我就已經諗啦，如果有一日有人用槍指住我，我會唔會堅持信耶穌咧，抑或我會怕死咧？咁我都話，我都要堅持信耶穌。咁呢個係我當時嗰個諗法。到我後來咧，我更加認識啦，即係聽過有啲地方嗰啲人嗰啲殘忍嘅方法啦，嗰啲殘忍嘅方法嘅時候，咁我就喺度開始諗啦。當我真係遇到呢啲殘忍嘅方法嘅時候，我會點樣樣咧？咁我都係堅持話，我一定就算係要受苦，就算係咁嘅時候，我都一樣係相信神的恩典，堅持的相信神。咁亦都諗過，如果真係呢個情況係點樣樣咧？如果真係有生命危險，咁咪上天堂啦。如果又唔死得，不過咧就受苦，咁我自己都安慰自己，我係人受苦有限度嘅，即係受到受下咧就頂唔順咧就會死㗎啦。咁所以咧，咁我呢句説話嚟安慰自己。有啲人嚟講咧，點為安慰咧？點會？你受苦到上下你就會死啊！點話安慰咧？咁但係我嚟講係會安慰，因為你唔會受苦一年啊，你唔會嘅，一年你唔使幾耐咧，身都頂唔順嘅。咁另外咧，亦都另外一個安慰就係話喺受苦嘅時候咧，神可以減少呢個痛苦，或者令到你唔痛，或者咧喺痛嗰陣時咧不斷依靠神，
而可以經歷到神蹟。其實耶穌句説話咧，係忽然間我又體會到一個經文。其實好多經文咧，有時我聽一下咧，又會忽然間諗到喎。那個經文就係咩咧？佢話當有人捉你會堂嘅時候，你唔使驚，唔使驚點樣回答。聖靈咧會指教你當説嘅話。啊、我又睇到一樣嘢，即係話喺受逼迫嘅時候，特別容易聽到聖靈嘅聲音，係咪？即係話聖靈會指教你，即係特別容易。咁嗰時咧就會好容易聽到神嘅聲音，神會指教。咁所以呢個就另一個安慰啦。喺受逼迫嘅時候咧，聖靈就會同我哋講説話，於是咧我哋就能夠更加有力量去面對。咁我係堅持去相信呢樣嘢。咁我都知道有時咧另一個困難喎，我都諗埋噶。當有家人一齊嘅時候，譬如我同太太一齊啦，俾人捉啦，佢又唔係折磨我，折磨佢喎，或者我喺佢面前係折磨我喎。咁嘅時候有另一個方法，咁呢樣嘢我哋都要準備好嘅，就係話，就算真係咁嘅時候，我都深信神會保守對方，神會祝福對方，而唔會因為呢個關係而我否認耶穌啦。好啦，我否認耶穌就放佢出嚟啦咁。但我哋永遠都不否認耶穌，其實呢個心神已經喜悅嘅。如果真係到嗰日子，當你咁做嘅時候，神都喜悅。求主幫助我哋心裏面咧，就話我為主受苦係有福嘅，神一定紀念嘅，係永恆嘅紀念。喺啟示錄都講到永恆嘅紀念嘅。喺馬拉基書三章十六節咧，亦都係一個好鼓勵性嘅經文，就係講到咧敬畏耶和華嘅彼此談論嘅時候，耶和華側耳而聽。其實我哋講乜嘢神都聽嘅，但呢度講到咧就係你講呢度個討論咧，應該係佢講到敬畏耶和華嘅人就係佢講嘅説話都係合乎神嘅心意嘅説話啦，或者係鼓勵人嘅説話啦。耶和華側耳而聽，即係神係好歡喜嘅。嗱，其實我哋諗到聽到啦，因為嗰只先又講到一個其中係啊飢渴無疑啊，啊我漏咗個第六節，呢個同飢渴無疑有關。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即是我们能够饥渴很想听神的道。但这里我看到神很想听我们的道，神侧耳在听你讲道，即我真的觉得很特别的。神就很侧耳，很渴慕，很渴慕在我们口里面出一些恩言，出一些属于神的说话，神就很渴慕去听。那神就很想我们渴慕去听，神本身都是咁渴慕去聽嘅，所以我哋睇得到神叫我哋做嘅，神都每一樣去做。我越睇咧，就越覺得我哋嘅神真係好到不得了啦！真係咧，每一樣佢都係咁完美。我希望大家咧，俾我感染到咧，日日都好似啊，神真係好啦！哎呀，真係多謝耶穌，有耶穌真係，我希望你係咁樣生活。你咁樣生活咧，你根本就無憂無慮，神一定會搞掂嘅，得唔得啊？成日都話啊，真係好，所以我越諗呢個教導，我真係一定要傳開，一定要傳開，一定要寫書。因為點解要寫書呢？除咗做電子書啊，電子書就可以免費送俾人啦。但係因為好多人係要書店噶嘛，同埋有時間咧就去翻譯做英文添，咁咧就可以祝福其他地方嘅人。我覺得呢個教導，我真係覺得神俾我一個好大嘅禮物，唔係我配得嘅，係神俾我嘅，係一個好大嘅禮物。求主耶穌幫助我們，我們一起祈禱，我們一起起身祈禱。主耶穌你真是好啊，耶穌你真是好到不得了。當我們看到八福的時候，每一樣呢，神啊，你本身你都有完全的這些質素。神你真好，好到不得了，我們要享受你，我們要歡喜你，我們要感激你，我們要學效你，我哋跟從你嘅樣式，亦都讓你居住喺我哋心裏，讓我哋充滿住神呢種嘅性情流露出嚟。主啊，你真好！主啊，你真係好啊！你真係完美，你真係美麗。Oh yes, oh, oh yes, oh, 你真美。你真荣耀。
赞美之言父。主啊，我们多谢你，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全心感激你，全心欣赏你，时时数算你的恩典，叫你活在恩典里面，充满神的爱，充满神的恩典。多谢天父，赞美天父，哈利路亚。